哎、欸，那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剑龙他会 breaking 哎、欸，哇，会街舞哎、欸，这家伙会街舞哎、欸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玩野兽战争模拟器啊，上一集我们有试玩过了，还蛮好玩的哈。啊，就是有点无脑的，哎、欸，不是无脑啦，算是看爽的一个娱乐性质的，应该是轻娱乐性质的游戏，不太需要动脑筋的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真的是不需要动脑筋的话呢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好不好？这款游戏呢，我们不是上次有讲过吗？它第一个是沙盒式嘛，沙盒式的世界嘛，是随机创造的，你要怎么造多少只就多少只嘛。那我们这次要玩的不是沙盒，我们这次要玩的是关卡制的，好不好？关卡制的话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呢，上一集也讲过，不过我现在讲一次。就是它右下角显示说，你这个地方只能花多少钱去攻破这个图面上面的这些种类这样子。哦，你看像这个是海鸥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是一群鸟类这样子。哦，我们要设法就是看可不可以就是用1500块的金额啊去制造我们的部队，然后去把这些鸟全部灭掉，我们就胜利了。总共有30关啦、啊。哦，我们先从第一关开始玩看看啊、哦。来，先从第一关开始玩。啊，怎么 loading 那么久？啊 ，Hello， 哦，卡住了。哦，开始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右手边？啊、哦，咱们的右手边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、哦，海鸥，买。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右下角 money 1500嘛。那他这边可以选择你要布置多少的生物啊、哦。然后这边还有doggy 啊、哦，我们有狗狗。还有猪啊、哦，还有一些我没看过的啊、哦，狼哥哥啊、哦，我觉得我们这应该要配合会飞的生物打会比较好打一点啊。我们试试看会飞的生物好，应该是这个啊、哦，这多少钱？会飞的多少钱？400块啊、哦，400块的话，我们招2只好了，2只啊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剩下、哦、我们招4只好了，哦，要没钱了。哇，太前面了，拉过来一点啊，钱不够啦，靠背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剩下300块了，300块能叫什么？这只没屁用的感觉啊。哇，这1000多块，我们300块还可以招啊，一只剑龙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上吧。哇，为什么那只剑龙攻击要一直旋转啊？哇！到底是赢还是没赢啊？哇！被打起来，弹飞、欸，是挂了。What the？ 我输了 ，You lose！ 见鬼啦！怎么可能？这是拿掉，我们不能造暴龙啊。好啊，就迅猛龙啊！来，全部用完，看能几只就几只。好，我们要20块，20块的话就是每个龙一只。哦，我们把每个龙放在这里好了。第一个先死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先死。OK， 看一下啊、哦，根本就像相扑一样往前扑的那种概念。你看，是相扑你，第一关应该过了吧？哇！赢了，我们还有只一手龙，赢了 ，Yes， 太好了，我们赢了。按 Enter 是 Play Again， 空白键是下一关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啊，欸，结束了，欸，第二关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欸，他这个都没有金额限制的，为什么？只有第一关有金额限制，欸，所以说不一定，欸，说真的，来，我们玩这一关，第二关是怎样啊？一堆猪上面有架炮台，是这样，这也是敌人的意思吗？You are picked for a battle， 就是想办法打倒这只霸王龙，是不是？这想办法打倒霸王龙的概念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看，他给20000块。不行啊！啊，变成猪肉啦！哎、欸，本来就猪啦，变成猪排啦！哇，这霸王龙真的也是。马赛回旋呢、欸？为什么这些恐龙类的攻击都要旋转啊？我是很不了解、欸。
我的天啊，在搞什么东西？输了，所以一直叫我们就是替这些猪上面装这些装备啦。啊、哦，你看会装一些这个很屌的东西在身上。啊、哦，雷射激光枪，来，通通都安上。哦，按住就好了。然后再帮我们装一下这个，哇，超屌哎、欸！哇，这猪哥是不能惹的啊！谁都不能他妈惹我们的猪，谁都不能惹到了你就死定了，是吧？欸，没钱了啦！啊，把这个重要的放后排好了，没钱没钱了，上！哈哈哈哈！哇，超强超强！哇哇，会攻击会雷射的猪，会喷火焰的猪，有啦，应该赢了啦！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暴龙死掉了，被烧死了，还蛮好笑的啊，还蛮好笑的，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就这样过了，这样子，就这样过了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第三关哈、哦。它好像是每一个关卡都不会告诉你右下角的限制，哎，只要你通关，它才会告诉你，好奇怪哦。你看，它通关才会告诉你说，大概是怎样怎样之类的，你看。然后第三关就没讲，然后就很像足球场 ，baby 是什么？看不懂，反正就是打看看就对了。啊，他到底这个他，而且重点是他这个打法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有300块，然后我能用的恐龙都是这种小型的，大型恐龙。哦，右边可以用。我可以用更小的啊，还有犀牛，就是不能让球过去，是不是？欸，感觉蛮酷的，只能两只而已啊，想太多了。那我们全部都是小只的，这样子啊，就这样打啊，对不对？把球推过去，快点！哎哎哎 ！No， 我们的球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赶快推回去！根本是足球大晋级，赢了，是不是？美格龙大军胜利！走，打几局啊？三局啊！哎哎哎哎哎！踢死他！踢死他！踢死他！哎，我怎么往上啊？哎，我这样好难看啊！踢他！踢他！踢他！哎，快！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！哎 ，yes！果然美格龙大军就是强，那个猪跑步好好笑哦。哎，我们不是还可以控制他们吗？可是跑太快控制不了。哎，可以，冲啊！快点，我们要顶住！有！我一个神救援，那美格龙在干嘛？嗑药！冲啊！快点啊！踢把足球踢到里面就赢了，有！哎！交给我，我来顾后排，后排就交给我了，兄弟们别担心，来，球来了，我要踢，哎，不要乱跑啦，我什么都踢不到啦，我撞，有，赢了，又没，这也太难了吧，等一下，哈哈哈哈。这美工到底有没有在跑步？我看没有哎、欸，快点！有，耶！胜利 ，victory！ 莫名其妙，我根本就没有做到什么贡献，然后就这样赢了。哎、欸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、欸，这个足球模式好屌哦、喔。那这是什么？看不懂。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开始，大概就知道了。然后一起打看看。哦，我们有350块对付这些驴子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啦。那350的话可以买什么？来这一只，然后50块。这边有没有50块的东西啊？哎有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马驴子啊！呜，马赛回旋，又是回旋之力。哇、哦，这里每个动物都会回旋之力耶！我的天啊！
哎、欸，还没死啊！哇，尾巴好强，摔死他！还有猪，只剩猪，只剩猪了，只剩猪了。哎、欸，那個、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剑龙他会 breaking 哎、欸，哇，会街舞哎、欸，这家伙会街舞哎、欸、，Oh my god！ 哇，他开始扫堂腿了。这到底玩什么？完全看没有，反正我们赢了，啊，莫名其妙赢了，哇，我们的剑龙好溜哦，哇，那剑龙根本就是漂亮的假动作这样子，啊，我们到第五关了，都是苹果，啊，一堆弃儿是怎样？一样是战队的概念那样子吗？啊，一样是战争的概念吗？好像也是哎、欸，你看一整排在那边。然后这次只给我500块，我觉得美格龙很强啊，就全部美格龙就好啦，一定赢！哇哇，他们要去哪里？哇，他们集体趴地攻击！等一下他们这样，他们这样，等一下他们这样子滑就没有办法攻击是吧？哎、欸，他们滑是不能攻击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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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死全死！来附身附身，啊不是很强，来啊单挑啊，咬死你，我还不咬死你，咬不到啊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！哇哇哇！我被我自己的力量给吓到了，原来我有那个霸王色霸气，直接把他炸死了。这也是，哎呀，没有咬到，没有咬到。哎、欸。咬到我了，哇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啊，啊，这攻击啊，就是现在，哎、欸，哇，踹到踹到了，哇，直接一个爆浆杀掉牛丸，超级大爆浆，哇，赢了，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，怎么那么好玩的游戏现在才发现呢？也不过前几天才刚出而已啊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玩五关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来一个试玩，好不好？很简便的试玩。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希望你们大大按个喜欢，好不好？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个系列。喜欢尽量按就尽量按，不要吝啬你们的喜欢啊！如果你们不喜欢，也可以尽量按不喜欢啦，我是没差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想要再看六到第十关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话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的话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野兽战争模拟器继续吧，拜拜。